今天来一个五斤的超级大鲍鱼，哇，这是真正的黄金大鲍，天哪，哇，这个是内脏，内脏不能吃，给它摘了，内脏太腥了，天哪，跟大串儿似的，必须配上咱家的，哎呀我的妈妈，秘制大辣油，哇塞，哇，喜欢吃的宝宝能不能给我个大双击？嗯，哇，太香了！配上火鸡面料，嗯，给个双击宝宝，给我一千个双击我就满意了。今天来一个顶盖肥的龙虾，看看，真的是顶盖肥了，这么肥的龙虾，宝贝儿能不能赏他一个双击？嗯，还有红糕，嗯，太爽了，肥到腻人，腻人，大黄糕。有宝宝私信我说我最近飘了，吃爆头，芥末也不吃了，辣椒面也不吃了。今天为了证明我没飘，上芥末，少点，我的天娘嘞，这么多呀，还不够。宝宝这么多芥末，能不能带着你全家人给我一个双击？我的天哪，宝贝儿太狠了，真是芥末要我命。今天来一个全网最大的爆头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最大？是的话，双击，哇，上油，必须配点小红油。喜欢爆头的宝宝，给我来个双击啊！哇，够，再来点！天哪！哇，我的天哪！大米啊，你咋又给我上上油了？我这玩意儿是个大米，你也给我加了辣油。喜欢辣爆头的宝贝儿，双击！哇，这大米还带两小腿儿。嗯，有黄有墨有大米，能不能赏个双击？好久没有吃辣面条了，今天再来一碗，先来点秘制辣酱。哇，喜欢吃辣的宝宝双击！你这算哪门子辣面条啊？连个辣椒都没有，还敢说辣面条？给你加点，你想辣死我直说，想辣死我直接说好吗？还不够！我的妈呀，我这嘴都给你辣秃瓢了，还辣呀！宝贝儿，这老妹儿还能要吗？我的天哪！喜欢吃辣的，给我个双击！最近有点虚，需要吃生蚝补一补。吃生蚝必须加辣椒，还得是爆辣。差不多行了，差不多行了，妹儿，差不多。不是，全都。你加辣椒，你加这小米辣干什么呀？这小米辣，我亲娘哎！宝宝们喜欢吃辣的给我双击吧，不喜欢吃辣的就不要给了。